由小龙中武、田耀存对上中山拳馆吴金如。本场赛事啊，是今天唯一的一场无限量级的赛事。两位选手打算呢达到了，大概是此一不及时的重磅对决。这两位呢都是首次参加泰拳规则的赛事。那我们耀存也是。第一次的晋级赛事就献给泰拳规则的晋级泰拳的交际赛。那金如呢，以往呢曾经打过光头的比赛，啊，踢拳的 DT 规则打过的两次要素。啊，第一回合即将开始。再次提醒一下，就是这个，我们从这个胜利呢，在我们的裁判指示完比赛规则，请双方回到角落的时候再行取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马上可以悬挂在刀处。到头部的声音，特别是到那个力量多的很棒。
没有结束吗？比赛还没结束，还有第三回合嘛？谢谢谢谢代班的一球。好，我回来了。陈建甫、林伟任组织指挥组。好，这一场无限量级的比赛即将在第三回合决出胜负。来，冲！今天那个攻击输出的总重量数是最高的一场，今天打出去的力道加起来应该是很猛的。比赛宣判，红方林耀成、黄龙中路林耀成胜利。好，我们。恭喜耀成，谢谢我们的金主，耀成非常不简单，第一次在上擂台就获得胜利。